路要结缘，无逆受恶。这是阿鼻地狱的罪业，无逆受恶，十念成就啊，待业往生。我们对于这些造作罪业的人，敢不敢轻视啊？不敢。他在临命终时遇到善友，劝他念佛往生。他要是业下觉悟了，一念回头，断恶修善了，那十声佛号就是修善。他真能往生。四十八愿里头，阿弥陀佛说，唯除使你这个无逆受恶。为什么呢？他不相信。那不相信的，那就没有法子。无逆受恶要是能够具足信愿行的，那一样成就。啊，所以他后头说，这一题这个说得清楚啊。啊，你不能相信的，那就没办法了，他回不了头来。无逆食物临终的时候能够相信，就能回头，能回头就能够往生。你看这还得了吗？啊，真正不可思议啊！啊，这待业往生，具下下品者。戒得三不退，这句话重要。凡身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也得三不退，所以他是阿惟越之菩萨。